巡勘员离开了台北市中心，路程虽然只有短短的40分钟，但是从出发点到达城市边缘的路程，就像是台北历程后百年来逐渐扩张到盆地边缘的发展一样。我们的各种工程由城市中心走向盆地边缘的山坡地上，台北盆地北以阳明山为界，西临林口台地，东南边则是雪山山脉。我们是一个被山所环绕的盆地城市。18世纪中期，众多泉州府人移民定居台北艋舺。日治时期，1904年，台北市已成为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台湾人口成长到530万的时候，面积不到台湾1%的台北都会区，当时的居住人口就已超过27万，而活动人口则已突破33万。从史前时代凯达格兰族定居于此开始，最后汉族于18世纪加入这片土地。文明发展与演变，我们的城市扩大到需要和边坡争地。2014年，台北市总人口数高达269万人。国土不足，使得城市发展必须利用山坡地。人的群居的社会是从平地开始，他慢慢他可能要往山或者是比较高的地方去居住。慢慢的平地不够的时候，他就在把一个山坡整成一个平地。那以台湾来讲，有1/4山的范围是属于山坡地。那个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环境的一个限制。台北盆地因为平地有限，建筑地基慢慢开始需要使用山坡地，而山坡的坡面有分顺向坡和逆向坡。顺向坡的地层是由砂岩和页岩互相层叠，岩层走向及地形坡度方向相同，因此称作顺向坡。顶层的页岩层若含水，就会变得容易因为重力而向下滑动，是山坡地中较需要注意的一种地质。假设从地层的角度上看，地层本来是一层一层一直累积上来的，坡是这样走的吧？我们看树叶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那坡向又往这边，这个就是顺向。那地质的构造，我们简单来讲，就像说一个人的体质一样的。哦，那一个人的体质，它本身就是说，它本身有哪些是比较脆弱的东西？哦，我们知道它有潜在的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要透过监测了解到他说他是不是就是说有潜在危险的一个可能性，防范在未然。山坡地的形成过程提醒我们，发展城市有需要注意的自然状况，尤其是国土不足而必须利用边坡进行发展的城市，更应了解顺向坡一旦坡脚被河水自然侵蚀，或是边坡经人为开发，就隐含了滑动的潜在可能。因为大自然的风灾、雨灾等等，都会造成地面上的地形的改变。那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国，它的坡度都非常的陡，整个建造或是整个的衰变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演变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事实上，即使我们不去开发一个土地，土地本身它还是在演变，只是说透过人类的一个开发，它的演变的速度跟它的剧烈度会比较快、跟比较巨大而已。台北市整个的山坡地的面积啊，大概有15000多公顷哦，它的地质、它的分布跟构造跟平地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复杂。那我们大地工程处啊成立的时候啊，就针对我们台北市这15000多公顷的山坡地做环境地质的调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像卫星影像，还有一些专业的技师的现场的踏勘的协助，我们把台北市整个的一个山坡地的环境地质做一个总整理。文明的发展和自然变化显得很快速，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了解我们城市立足的土地，了解自然环境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的城市需要持续保持关注它所在的土地。
大地工程处它设立的宗旨就是要保育这个山坡地，使得它不但是安全的，是不会发生这种灾害的，不仅如此，而且能够提供很好的环境，让人自由地去生存，去发展，使得这个环境可以共存共荣的地方。我们有专属的16位的巡山人员，他每天就是在做山坡地的巡勘，看哪边有这些被破坏啊，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做一些取缔的工作。那另外一批比较属于专业的巡勘人员，这个需要有专业的技师。那专业的技师呢，他做巡勘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说，山坡地哪些征兆，就像医生一样，这个病人好比说他感冒流鼻涕，你医生看跟一般的民众看，这个病人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大地工程处成立的宗旨也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在确保我们台北市坡地的安全。观测点分布的相当广，台北市内有许多定期巡勘的路线，巡勘人员一步一步将这些点位的数据读回，而分析大地数据的土木工程是城市永续发展的知识基础。土木工程开始它的英文叫 Civil Engineering， Civil 其实就是市民国民，我们叫做民生工程，开始是从渠道饮水灌溉有农业造福人类，利用科学原理那工程技艺来发展，像我们都会区的土壤啊，或者是岩石的性质，我们人是居住在地表面上，而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利用空间有限了，地向空间运用就是必须要能够进一步了解土壤的性质，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些监测仪器来监测，那我们人可以借由这些监测仪器来知道说，这个边坡其实已经变形了，所以我们可以即使它没有垮下来，后续可以做一些因应措施。用于大地观测的仪器主要是水位井、倾斜管、倾度盘。目前台北市边坡总计完成观测点为750处，包括倾度盘328个及倾斜管422只，完整涵盖台北市内需要观测的区域。自1999年度10月至2014年，每个月进行一次量测，已完成6931次数据量测。透过各顺向坡区域内点位置观测，定期安检，保障山坡地安全。这套是量测倾斜管的那个设备，它的量测方式呢，就是这个感应器跟这个线呢 ，cable 线呢做一个连接。感应器它有正向互相关系，所以放到管体里面，它从底部往上量。倾斜管可以测量地层极微小的滑动，并且将顺向坡深层的变化状况记录到仪器中。我们以较夸张的动画表现顺向坡滑动。倾斜管能测量页岩层滑动的位移量。记录器开启后，可以用蓝牙传输连线倾斜管内的资料，回到资料处理中心，会诊坡地变化情形，观察有没有异常。在电脑中可以显示地层极微小的变化量，变化虽然小，幅度甚至只有1 millimeter， 但是已足够我们判断边坡是否安全。持续不断的采集地层数据，也代表我们不会忽视大自然常年累积的微小变化对我们的可能影响。是量测那个建筑物或者是挡土墙的倾斜设备，那透过这个感应器的那个本体，还有传输线跟记录器，就可以量测它的数值是多少，它可以换算它的倾斜量，它就是量4个方向。倾度盘上会标示4个方向，让建筑物或挡土墙可以被测量倾度是否有变化。测量器底部有卡榫设计，固定在倾度盘上，动画用大角度显示。一旦边坡有滑动的状况，倾度盘的测量就可以因应倾角量测出变化量。在记录的过程当中，无形中随着资料的越来越齐全，越来越完备，那可以判断出这个边坡的一个健康状况以及发生灾害的趋势。那同时在永续上，其实它可以告诉我们边坡的一个现况，
那对于未来的一个开发使用，或者是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经营人使用人，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我们大地工程处是全国各县市政府啊唯一有成立的一个山坡地的专责机关，政府应该尽的责任也就是在做保护市民的工作。这些专业的技师就相当于坡地的医生，坡地的医生就是在掌管坡地的安全，所以说我们是在掌管这些台北市的山坡地的健康一样，我们要确保民众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城市的未来将会继续写在大地上，我们在对大地持续的巡勘观测中，学着尊敬自然的每一点小变化，在人类数十年的生命中，接续完成城市与大地的永续工程。